这个道理要多听啊，一遍不行啊，一遍你没听懂啊，你听上一千遍你就懂了。为什么？听上一千遍你得定了，定开智慧你就懂了啊，不能搞太多，不能搞太杂，这是秘诀啊，古人修行正果的很多，得定的很多，为什么晚境都没有了？晚境就是广学多闻，贪多就不来，学的太多了，一样都没学会。啊，不如古人呐、啊，古人一生就学一样东西，能明心见性。啊，只要一见性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达了。他不走这个门路，他要想样样都学，样样都懂，结果学一辈子没有一样懂。啊，佛没有这样教人的，你不能把责任推给佛。